新闻继续来看的是国民党嘉义县长候选人吴玉珍，上午在东石乡公所参加纪念庆祝台湾光复节向总统军功章上献花致敬的时阵，为着要来抢到老人身票，是当场来宣布对了嘉义县政府现在所发放的中央金额金之外，阁要来加发到每一个人2000元的消费券。伊讲新总统军功相当重视着民生角度，加发到消费券，和老时代伫咧县内消。嘉义县老人比例全国机关总共有90000多名的老人，县府今年发放中央敬老金总1300000多元，65岁到89岁3000元，90岁到99岁6000元，100岁以上9000元。民进党候选人汪章良、吴东志、吴宏明以及国民党吴玉珍拢宣布当选，持续发放。吴玉珍又宣布加码发消费券。我说不只是敬老，更要娱乐消费。所以说我有人来当选嘉义县县长，除了目前的3000、6000、9000来造发之外，我要对于我们的这些老人，这些我们家中的长辈啊，要加发2000块钱的消费券。换句话讲，就是3000再加2000的消费券，6000再加2000消费券，9000再加2000块钱的消费券。所以敬老虽然是一种福利措施，但是呢，也可以达到整个促进景气啊发展的一个消费啊。一寡是大人伫厝诶，你若分消费券出去，一寡吼少年诶，都爱带即个老诶出去行行看看咧。买一寡物件，吼，要去买食物件也好，买一寡衫也好，要看一下电影也好。郭玉珍表示，中央敬老礼金加发2000块的消费券理念，来自于新总统就讲《民生主义语录》两篇报述当中有讲到，国民的身心会当保持平衡，国民的情绪甲理智会当保持和谐，拢有赖乐的问题解决，予伊真有感。基础是对就讲后代有功，啊，若无中华民国已经不存在。感念民国39年伫风雨飘摇当中，伊坚持实施地方自治办理选举，并知影三大都会区国民党会输，也拒绝协调抗体停止选举的建议，才有今仔日的选举。新闻中立新，当九乡采访报道。